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怎么回事，小老弟啊？老子说哪样你都要来反驳，你个杠精儿啊！你脑壳进了浆糊吗？猫咪，猫咪，哇塞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，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，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。下个月汤姆汉克斯会在成都举行粉丝见面会，你会去吗？会，我肯定会去，我都打算订票了。你呢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去？要不然我会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。钟情的原因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。你今天是不是要和龙子降到底啊？啊，从门那边出来吃。左边，对，左边，对，出来吃，出来吃。
哎呀，出来！我是巴布尔本，他是本布尔巴，巴布尔本布尔巴，两个好嗨哦！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。